大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为何如此生气呀？王叔这把老臣欺负寡人年轻，不愿应酬，报来的全是鸡毛蒜皮。王叔身为丞相，根本就没把你这个君王放在眼里。 大王这次请孟尝君来，就是为了对付王叔吧？你们都下去吧，谁敢胡言乱语，定斩不赦！ 启禀大王，齐国传来消息，孟尝君已出发离开齐国，不日将抵函谷关。太好了，有孟尝君相助，定能振兴我大秦。 陈父，在。你速去丞相府，请王叔派人去函谷关迎接孟尝君。让丞相派人去迎接孟尝君，这……你就说，这是君命。 错了，应当是这样。再试一次，不可顽皮。好，不着急，跟娘一起来学好吗？ 先祖尹喜公当日在这里望见紫气东来，断定会有圣人路过。果然，鹤发童颜的老子倒骑着青牛来到函谷关。望气台之名便由此而来吗？先祖有福，能够遇见一代圣哲老子，并拜他为师，劝他著书立说。煌煌5000言《道德经》能传于后世，先祖尹喜公立下大功了。 都说齐国的孟尝君也是一位贤者，算日子，他今日应该到函谷关了。丞相，您让我去函谷关接田文，人人都说这个田文能言善辩，胸有韬略，善于育人。大王请他来咸阳，显然是冲着您的相位而来。 您还让我去接他，这是君命，不如一剑砍喽，省得日后麻烦。君命不可违呀，大人，这有人可以莫名其妙的中毒死，也可以被山上落下的石头砸死，这君命。 他也大不过天命。
好一座雄关！哎，这天都大亮了，这关门怎么还没开？我去叫门。哎哎，就你那公鸭嗓，喊什么喊？那还是我去吧。站住，轮不到你。薛百仁，你去。 城门上的听着，我齐国公子田文奉秦王之邀请，特来齐国出任丞相。快快开门，这有秦王的聘书。大人，天都已经亮了，怎么还没开关门？大人，好像还未听到关机鸣叫。你们听到了吗？没有。门外是大王的贵宾，速速开门。 是，开门，且慢。看见公孙越将军了吗？公孙将军这两日常在关门口转悠，天未亮时还来过一次，现在不知哪里去了。去吧。是。 贤卿被薄酒，为先生洗尘，请。田文应召入秦，途经此地，承蒙关令大人盛情款待，不胜感激，请。先生是国宾，官印不敢怠慢，迎宾是公孙越将军，此刻还没来，在下只好暂待。请，大人请，大家请。请。 先生乃齐鲁大贤，声名远播，隐玄不才，另请高论。哎，大人过奖了。孔子曰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也。”素闻关令大人深得《道德经》之精髓，田文也想听听大人的宏论。不敢，不敢。 这位是齐国孟尝君，这位是大秦迎宾使公孙越将军。末将身负执法之责，方才为了调查一个案件，未能及时迎接贵宾，望见谅。将军公务在身，不妨。 尹轩，你知罪吗？官尹何罪？方才关门开启时，关机叫了吗？开启关门时，确实已过了时辰。至于关机是否鸣叫，在下已派人详查。本将军已经查实，关门开启时关机未叫。以大秦律。 关机未叫，撕开关门者，该当何罪？一律当斩！拿下！将军！不许抓我爹！不要抓我爹！不要抓我爹！公孙将军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怎么，你们要拒捕吗？ 夫人，将军在执行任务，退下吧。先生，带走。爹，爹，爹，爹。
公孙瓒分明是杀鸡给后看，想给公子一个下马威，咱可不能让他把一大人给杀了。放下刘仁！放下刘仁！夫人，夫人，先生，先生，夫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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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夫
是怎么看管的？啊！玩忽职守，罪加一等。大人，一定是有恶人栽赃嫁祸，还请大人明察呀。栽赃嫁祸，你有证据吗？没有。没有证据就胡说八道。跪着找，准备行刑。大人，公孙大人，公孙大人饶命！公孙大人，不要饶命！公孙大人，不要！带走，带走！午时三刻已到，行刑。且慢。田文，你要干什么？公孙将军，尹大人是为了接我入关才开的关门，望大人能看在我的薄面上，放过尹大人。大秦依法治国，有妄言为罪犯开脱者，与罪犯同罪。什么？你要治孟尝君的罪？公子不是秦国人，你的妄言之罪可免。我来大秦之前，曾查过大秦律律，确实有鸡未鸣，关门不开这条。但是据我所知，早已经在民间废除，百姓们都是按日出开关、日落闭关之行。公子不是秦国人，就妄论秦法的存废，恐怕不合适吧。等公子真的做了大秦的丞相，再议论秦法不迟。行行，且慢。田文，你真要独自执法吗？我知道你在齐国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齐王也忌惮你几分。可是你别忘了，这是大秦。大秦律例上，除十恶不赦者，都可以重金买罪。我想知道，尹大人所犯刑法需要多少金？怎么，你要为尹贤赎罪？正是。1000斤。1000斤？1000斤，你打劫了吧？取金。公子，他这是讹诈。薛百仞，取金。这是1000斤。看什么看？这么多金子，你见过吗？既然公子愿意出钱，死罪可恕，不过活罪不能赦免，鞭笞20，以儆后犯。收了金子还打人？将军，自古有刑不上大夫者，尹大人所犯罪行仍需多少罚金？我是大秦的将军，只能按大秦律法办事儿。来人，行刑。是君命，不如一剑砍喽。这有人可以莫名其妙的中毒死，也可以被山上落下的石头砸死，这君命他也大不过天命。爸，行刑已毕。尹大人，
天文连累官令大人受苦了。感激先生相救，义轩感激不尽。公子，末将本是奉了大王和丞相的命令前来迎接公子的。大王思贤若渴，公子要是没什么事儿，咱们这就上路吧。好，将军请带路。请。走。之事吗？大人，刚才一小门吏在山上找到关机了，关机被放在布袋子里了。之前有人看到公孙大人提着袋子上过山。咱和他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他何故如此？公孙越将军只是想给孟尝君一个下马威，而我不过是他挪用的一颗棋子罢了。天罗大师，快救贵妃！快救贵兵！快救贵兵！上面有人！哎，有人！敢跟我要紧？先生没事吧？公孙将军，盗贼猖獗，看来大秦的治安不大好啊。啊，这个官道险峻，常有飞石坠落，公子您可要小心点，您要有个三长两短，这末将不好向大王交差呀。先生没事儿，咱就上道吧。哥哥，这都走了一整天了，大伙儿都累了，要不咱歇会儿吧？啊？不行，继续赶路。哦。哎，都跟上，跟上。大人，那些行李物资的车队跟上没有？照顾好车马。好。何权。啊。公子问：“行军物资跟得上吗？”去看一下。啊，行。公子让我来告诉你们，让大伙儿啊快点，别掉队了啊！
过了这片，前面路就好走了。弟兄们，大家都跟上啊，小心脚下石头。等过了这片，前面路就好走了，快点啊！ 晚人已经斋戒沐浴三日，恭请先生大驾光临。先生辛苦远来，不必多礼。谢大王。这是燕姬，九牧先生，方才失礼，先生莫怪。岂敢岂敢。 人皆说孟尝君仪表堂堂，今日一见，果然。天文渐趋，让夫人见笑。恭喜大王，大王有孟尝君相助，定能巩固王权，富国强兵，一统华夏呀。是啊，寡人自得到先生答应来秦国的消息，便翘首以待，期盼着先生早日出现在寡人的面前。 今日终于得愿所偿，痛快，痛快呀！大王有命，田文自当殚精竭虑，鞠躬尽瘁。大王承祖宗之业，乃江山之固，雄视天下，慈服诸侯。然则，月盈而亏，衔满易断，盛极必衰，此乃天地自然之道理。大王身居着明堂大殿。 可否想过，也身处在危险之中啊？这个，众案卿都下去歇息吧。谢大王。先生所言，正是寡人忧虑之处。 还请先生赐教啊！大王年轻，刚执掌国柄，根基不固，内有太后专权，外有丞相擅政。秦之外，各国素对大秦有忌惮怨怼之心，常思结盟伐秦。如此一来，请问大王，内忧外患，又当如何呢？ 先生一定有妙计教育寡人，使我大秦得利。大王若想大秦长治久安，这第一个不能讲的，便是这个利字。哦，为什么不能说利呀？上有所好，下必效焉。大王开口严厉，下面必定利字当头。
大王想的是如何为国谋利，大夫想的是如何为家谋利，那百姓自然想的是为自身谋利。如此一来，全国上下唯利是图，那国家就要乱了。所以一国之君这个利字是万万说不得的。寡人该说什么呢？两个字，仁义。大人伤寒未愈，小心些。徒儿在那儿。薇儿，真好，薇儿这次吹对了，技巧娴熟，节奏明确，薇儿大有长进啊。不过还得勤加练习，明日我们学习下半曲吧。是。哎，夫人，何必操之过急？大人不许宠他。薇儿，过几日我们继续学写字吧。是。夫人。来，我们去上面走走。算日子，孟尝君该到咸阳了吧？大人，是在为孟尝君担心吗？自古有云，一山难容二虎。秦丞相老谋深算，极善权术，岂容得孟尝君在活口头时啊？我大秦兵精粮足，正是图霸天下的好时候。请先生告诉我，如何使六国臣服我大秦？大王此言差矣。方今天下大乱，各路诸侯均想雄霸天下，秦国应该为六国之楷模。西宫伐施仁政，省刑罚薄税敛，劝善罚恶，与民休息，百姓乐，则天下定。王叔。师父，听说你身体欠安，你怎么亲自前来了？我病来没什么，就怕秦国要生病啊。是。师父，这位就是齐国的公子田文，贤明传闻天下的孟尝君呐。晚辈田文拜见丞相大人。为人君者要有主见，有定力，要成就大业，不能听凭天下这滔滔之口啊。这个王叔教训的对。久闻孟尝君之名如雷贯耳，今日特地来听听高见。丞相乃前辈高贤，田文不敢放肆。哎，有征才实学也好，这欺世盗名也罢，既然从齐国来到秦国，这是骡子是马，总该溜溜吧。啊，这田文，你远道而来，不如先去驿馆休息，改日呢再去丞相府拜见王叔如何呀？晚辈日后定登门拜访，聆听教诲。我知道啦，你们是嫌我老糊涂。好好好，那你们就去忙你们的吧。啊，启禀大王，孟尝君门客徐百仞求见。宣。宣徐百仞觐见。徐百仞，不得无礼。参见大王。大王，薛百仞乃一介武夫，不懂礼数，还望大王见谅。啊，我也是
素文先生广交朋友，家有门客三千，今日见寡人是何故啊？大王，我随公子从函谷关进京途中遇到了埋伏，这两个就是抓来的贼人，他们身上有丞相府的令牌。大王，请问大王，既然请田公子来到秦国，又派人途中暗算，却是为何？请大王明示。有这种事？王叔，这老夫全然不知，还请大王明察呀。人赃并获，还查什么？本人不得放肆。大王，田文一行并无大碍，区区小事就不必追究了。老夫认为此事应该严办，暗算嫁祸之事不可草无草了事啊。老奸巨猾。王叔说的有道理，谁指使你们的？谋杀齐国国兵乃是杀头之罪，拖出去斩了。大王饶命。快说，谁指使你们的？大王饶命。大王饶命。快给我说。跟大王旨，把这两个拉出去斩了。大王饶命。大王饶命。大王饶命啊。大王饶命。大王饶命。大王饶命。孟尝君，让你受惊了。大王息怒，区区小事。天文蒙大王召见，特备此件七世胡白球以表敬意，所幸此物通体洁白，无一根杂色，以表天文的一片赤诚之心。先生富甲四海，此物定是稀世之珍，寡人多谢了。孟尝君远道而来，奔波劳顿，特赐三千金。谢大王。陈父，你站住。在娘娘。你拿的这是什么呀？回燕姬娘娘的话，这是孟尝君献给大王的一件宝贝，虎白球。这不就是一件披风吗？怎么就成宝贝了？哎呦呦，燕姬娘娘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这件宝物，大王让奴婢亲手送到珍宝室，再三叮嘱奴婢一定要小心呐。哦，照你这么说，我倒要看看呢。娘娘，果然是件宝物，归我了。燕姬娘娘使不得，这可使不得，没有大王的恩准，奴婢这可是杀头的罪呀。燕姬娘娘，大王对您宠爱有加，让大王赏赐给您，岂不更好？好，给你。谢娘娘。听着，可给我保管好了。诺。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，插
我爸也坏了我的大事。 臣妾的身材好不好啊？好，很好。那臣妾给大王跳一段舞，好不好啊？想跳就跳吧。可这衣服。 嫌衣服不好看，不穿也行。厌倦臣妾了吗？啊，你是寡人的爱妃，怎么会厌倦你呢？ 是冰雪的聪明，寡人的心思也逃不过你。那大王不妨说说你的心事，让臣妾帮大王出出主意，好不好？寡人请孟尝君到秦国来，说是让他当丞相。寡人刚当国王不久。 不能失信于天下，可是，定是那老丞相从中作梗了吧？不过，王叔说的也有道理，而且，寡人能当上国王，王叔也出了不少力。王叔的话也不能不听啊。寡人，也真不知道该拿孟尝君怎么办。 这有何难？不如让我替大王出出主意。爱妃，如果能想出什么好办法，寡人一定重重有赏。一言为定。好啊。好。大秦不是有左右丞相两个职位吗？大王不妨礼聘孟尝君为右丞相。 王叔还当他的左丞相，不过呢，不让孟尝君管事儿。这样，大王既不失信于天下，老丞相这边也有了交代，岂不两全其美？<笑>光挂名不管事儿，这是个好办法。哎，寡人就这么办。 长君进贡的那个胡白球，大王就赏给臣妾吧。这个，王后说要，寡人已经答应了。我就知道，大王心里根本就没有臣妾，什么好事都是王后的。王后。 是太后给寡人选的，是太后的娘家人，寡人也没有办法。如果没有太后，寡人也当不了这个国君。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就要那件胡白裘。寡人，谁都不想撕了。这个是国宝。 寡人要把它锁到国库去。先生，行行好，给点钱吧。行行好了。行行好了，很久没吃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 先生，给点钱吧，救救我父亲吧！先生，我父亲得病了，救救他吧！先生，我父亲得病了，救救他吧！
谢谢先生，谢谢先生。不用谢我，这都是大王给的。那天文利用大王的赏赐，结交权贵，收买人心，还要修改我大秦的利率，他是居心叵测呀。不尽然吧，寡人以为他说的有道理。大王怎能容忍一个外人来修改我大秦的利率？他一面招兵买马，一面向大王进谗言，他是要灭我大秦的。王叔说的也太过严重了吧。你身为一国之君，怎能如此疏忽？这那王叔说我该怎么做啊？大王以为如何处置呢？那不如将他软禁。大王圣明，老臣告退。秦相向秦王一番陈言，使秦王对孟尝君顿生一计之心，从此孟尝君被软禁在驿馆之中。回去吧，等来生我再孝敬你。黄泉路上我等着我儿子。娘，娘，娘，孩儿不孝啊，孩儿不孝啊，你为何离我而去啊？最好赶快杀了我，我为大齐失去了手臂，父亲病逝，母亲为我也丢了性命，我活着何用？你们赶快杀了我！快起来！大话星，你们干什么？你是何人？胆敢敢要执法？这是大秦右丞相。小的叩见右丞相。他怎么回事？他是士卒，听说父亲去世，私自回家，我等奉命捉拿。捉拿回去如何处置？依照秦律杀头。他为大秦立过功，就因为为父亲奔丧，就要抓回去杀头，不行，放了他。右丞相大人，他犯的是死罪，只有大王才能赦免。如果小人放了他，也要被处斩。好，你们等着，我这就找大王。秦律如此残酷，怎么能以王道治人心，治天下呢？我这就去找大王。不用了。参见大王。大王，这个士兵为秦国立过功，
现在就因为要去给父亲奔丧，就要杀头啊？是吗？回大王，依照前律，确实是死罪。大王，望您网开一面，看在他是一个残疾人，为大秦立过功，而且父母又刚刚双亡的情况下，放他一马吧。寡人此次出巡，就是为了看看我大秦百姓生活的如何。遇到这件事情，让寡人心痛啊！大秦的律律确实严酷，若做不到赏罚分明，要律律还有何用？陈父，在。放了他，赐他100斤，厚葬他的双亲。诺，谢大王，谢大王，谢大王恩典。薛大哥，薛大哥，薛大哥，公子天天让我们吃青菜豆腐，练功都没劲儿了。也怪公子，把钱都布施给了别人，倒让咱们俩整天吃豆腐青菜的。就是。哎，薛大哥，要不咱们去喝一顿？喝一顿，走，喝酒。哎，薛大哥，你还有钱啊？啊，走吧。上善若水，润万物而不争。好，慧儿。上善若水，爹，什么意思？水润泽万物，却向低洼处流走。做善事的最完美境界，就要像水一样，对黎民百姓、对万物有利，却不居高位，不争名利。上善若水，做善事的最完美境界，要像水一样，对黎民百姓、天下万物有利，而不居高位，争名利。好，威尔，好。夫人，威尔写的真好。先生，从咸阳传来了消息，说孟尝君被困在馆驿，形同软禁。天下又要扰扰不休了，久旱不及，恐怕孟尝君会有性命之忧。嗯，
从咸阳来的人说，老丞相一直有杀孟尝君之心，恐怕大王耳根子软。夫人，我想请你去一趟咸阳。去咸阳？孟尝君的门客遍布六国，倘若他冤死在秦国，必将激起天下之公愤。他一人身系天下安危，我们得施之援手啊。怎样救孟尝君？夫人不是和大王的宠妃燕姬相守吗？先生的意思是让我打通燕姬的关节，救孟尝君脱困。道常无为而无不为，眼下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了。嗯，好。哎，将军，将军来了，将军。公孙将军，喝酒。哎，坐那边去。干什么呀？我要坐这里。你们那边不都有座吗？我就要坐这儿。将军，我在齐国一把钱能买三个将军，将军算个鸟。你小子骂谁呀？拿小子找骂呢？找打你！打就打，还怕了你？兄弟，公子不让咱们惹事，咱可不能打呀！你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，不能打，不能打！啊，徐大哥，咱不打了。哎呦！徐大哥，走！徐大哥，哎呀妈呀！走，走，走，走！这天文的门客在街头打架闹事，刚刚知道。那大王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？侄儿还没有多想啊。那王叔说该怎么办？你怕什么？也罢。娘娘，救孟尝君实际上也是救咱们大秦，还望燕姬娘娘御惩。要我帮忙说好话可以，不过得答应我一件事儿。娘娘请说。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孟尝君进奉的那件狐白裘，随便送我一件就行。臣妾这就去找孟尝君。林妙姐姐，咱丑话可先说在前面，若是孟尝君不能把那件狐白裘送给我，我可是爱莫能助啊。娘娘请放心。啊，这天快黑了，宫门就要关了，我呢就不留姐姐了，臣妾告退。
来人啊，送尹夫人出宫。这日子没法待了，没法待了。这窝囊气我是受够了，早就受够了。你一人还得有土性的吧？外人还得有个东源吧？哎，有个狗洞哎！这里是不是能进去？哎，尹夫人。先生好雅兴，你怎么来了？尹大人呢？大人职责所在，不能擅离关隘，特托我来拜望先生。快快请坐。我正思谋着如何冲出重围，不想夫人却来了。如果田文所料不差，夫人定是来教我如何脱困的吧。你们两个死哪儿去了？怎么才回来？这几天不是来了很多明察暗访的吗？我们不得小心点吗？有什么消息吗？最近街道上出现了好多秦兵，风声可紧了。哦，赶快去见公子，刚才还问起你们两个呢。哦，哎，夫人，定要想些方法搭救于我。我正为此事而来，我素知大王只听得进燕姬的话，所以我一来就进宫见了燕姬。那燕姬如何说？燕姬想要先生的胡白球。胡白球不是已经献给大王了吗？先生先给大王那件，王后想要，燕姬是想要一件一模一样的。燕姬一心想要胡白球，如没有，那可就难了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如何是好？夫人，你一定要帮我逃出去。夫人的大恩大德，田文一定……先生切莫如此。秦国法律严酷，关隘重重，没有大王的旨意和官爹文书，恐怕寸步难行。唉，田文莫非要葬身此地了？胡志，哎，咱们是不是兄弟？那当然了，难兄难弟嘛。那主公有难，你可不肯卖命？那当然了，咱这条命就是主公给的。好兄弟。你说咱们到秦王宫把胡白球偷出来，你不是做梦吧？怎么，你没种不敢去？行，我做鸡，你要做只有种的鸡。走，兄弟，走。这么窄能行吗？我试试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吓死我！进去，身子就能进去。哎，这个我带进去，万一里边用不着呢？把这个脱了。我要不然你卡那儿。你得推我一下。行啊，行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哦，对了，兄弟，
如果出来的时候，也卡那儿了，你也得拉我一把啊！兄弟，你要是在里边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活着也没啥意思，我就一头撞死了这儿。兄弟，有你这句话，就不枉咱哥俩相处一场。兄弟，我去了。你当心点。还真是
狗。我就说是狗吧，刚才没看清楚。那是红斑鹫。少爷，你拉我，我没力气了。哎呀，拉我吧，哎，没劲儿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拉我，哎呀，红斑鹫。你们两个又去哪儿了？周哥，红斑鹫。莫要胡说，还在红斑鹫。周哥，你看，真是红斑鹫。红斑鹫，这哪儿来的？我从秦王宫逃出来的。胡说，宫墙那么高，你们俩能进去？我从狗洞子里钻进去。狗洞里钻进去？真的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！你竟能从狗洞里钻进王宫，人才，人才！哎呦，疼疼疼！真的是红斑鹫，真的是红斑鹫。薛白刃，快通知尹夫人。好。处正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居善地，兴善缘，与善人，言善性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动善时。夫唯不争，故无忧。威儿，来，大有整进。尹夫人到。李妙姐姐，恭喜燕姬娘娘。哎，真的拿到了，太美了，帮我穿上，快。好。娘娘，这红斑鹫真是惊世绝品，也只有像咱们燕姬娘娘这样的美人才配得上穿。这太美了。娘娘，您现在跟天仙一样。好，我现在就去见大王。这是通关的文牒，拿去吧。谢大王。啊，先生跋涉千里来到我秦国，寡人。正要与军国大事相托，没想到先生这么快就要回去了，寡人实在有些不舍呀。微臣蒙大王恩泽，赐以重金，委以高位，百般关怀，无微不至，微臣感恩戴德。秦齐。为病逝的大国，还望先生归齐后多有音信往来。
永结秦齐的友好。大王的谆谆教导，天文定当铭记在心，是为齐秦两国世代友好，不遗余力，万死不辞。先生，一路好走啊！谢大王，微臣告退。快些！斩了！一路好走。再快些，再快些！大人，不好了！大人，田文要跑啊！大王怎么糊涂了？怎么把田文给放了呢？来来来来，快扶我起来！把驿馆给围起来，不能让田文给跑喽！哎呀，大人，没有大王令符，那军队他不能煽动啊！你拿上我的丞相令，锁到兵营，叫军队做好准备。我去面见大王，叫大王发布请拿孟尝君的命令。墨家听令。天门可是大王放走的？王叔这么晚进宫，就为这事儿？这个事情还不够大，他是关系我大秦的命脉。一个田文还不至于吧？田文在秦国所图未成，必然是满腔怨愤。他一出函国关，必然会联络各国来对付咱们那秦国，岂不危险呢？王叔，这也太有点危言耸听了吧。即便不愿意杀了田文，也可以把他作为人质，这样我们手里就多了对付齐国的砝码呀。王叔说的对，田文奇货可居，把他圈起来，怎么也能换几座城邑。快传令追捕孟尝君田文。大王，快搬调兵令符，我已领公孙越做好了准备。
公子，过了这十几里的峡道，前面就是函谷关了。函谷关日落闭关，我看无论如何，在日落之前也赶不到函谷关了。这样吧，稍事休整，咱们明天鸡鸣之前赶到函谷关。好。公子，公子快走，追兵离我们不足五里。我走不动了，你们让我死这儿了，走不动。你的狗命不值钱，赖着不走想害死公子。行，我爬也要爬上函谷关。你们两个随公子先走，我带几个弟兄拦截他们。好嘞，去百人。有劳了。赶路。公子坐。我们赶紧走。走走。奉大王之命，缉拿叛臣田文，谁敢阻挡，格杀勿论。公孙越，我家公子有秦王亲赐的通关文牒，秦相嫉贤妒能，抱藏祸心，定是假传圣旨。薛百仞，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大王的令符。违抗王命，你想找死吗？秦王出尔反尔，这样的王命不听也罢。哼，薛百仞，我知道你在故意拖延时间，好让那个孟尝君趁机逃脱。可是你别忘了，函谷关现在关门已闭，关纪未教，谁也不敢开门。就凭你们几个，能挡得了多久啊？给我上！给我上！韩哲声声扰人梦，今夜恐怕是睡不了了。夫人早些休息吧，我马上要到关口去巡逻一下。先生，先生执意救孟尝君，不怕被人说是背叛秦国吗？我救孟尝君，就是为了救秦国，救天下。救秦国，救天下。我原想先生救孟尝君是为了报恩，没想到先生胸中怀着天下。夫人，早点休息。来者何人？孟尝君田文，奉秦王之命回乡省亲，这里有大王的官牒文书，望大人行个方便。大人，
大人，按照律法，官机未明，谁也不能开门啊。这是秦王加盖玉玺的牒文。大人，官机未明，谁也不能开棺。可是，这有大王的官牒文书。夫人。 通关问牒确实大王颁发，等官机一明，便开棺放行。天文归乡亲切，望大人通融通融。大人，鸡不叫开门，下官还想保住这个脑袋吃饭呢。先生，夫人，去年官机被找回来，总是闹不清时辰，听到别的鸡叫，便会跟着乱叫。 谢夫人。岳百仁，弃剑投降，饶你不死。 官机怎么叫了？快追！赶紧找公子爷，否则就放错了。官机一叫，为何还不开门？ 多谢关令大人，大人的大恩大德，天文永生难忘。先生言重了，尹玄只是进一官令的侄子，完全按大刑律行事。先生快走吧。好。乌书给。 快快快快快！等等！呀！
夫人，夫人，